这种大鼓还休息哦？啊，不对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啊？啊，怎么让柯桥上去打、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们各位刚刚有看到第九棒是柯桥吗？什么意思啦？要干嘛啊？啊？呀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星丹安。那现在你们要我用谁的打击姿势？铃木一朗的姿势我不知道在哪哎、欸，他有在这里吗？哦 ，Legend 的50哦，这个、哦，这个是一朗的姿势吗？我在他这边展示，目前是用右打的。打者预备动作看看，打者预备动作是这个吗？哦，有这个。哎，原来这个东西会跟打击姿势有影响到、哦。剩两场了，最后两场就要准备进到季后赛了。铃木流星。但是我跟一郎的类型好像有点差蛮多的、欸。我现在是一个盲炮，打不太到球。这场大谷先发，要对决 Robby Ray 啊。哇，哎，一郎的加成吗？打第一个打席就敲安了，右边穿越安打。我要用一郎的姿势倒出第70道吗？好像有点起跑慢了，不过没问题。本季第70道达成，心神我听起来很中。安打很多，全垒打打不出来吗？应该不至于啊。朗森他不是说他能打，只是他不想打全垒打而已。哇，连续四颗坏球，直接保送，保送等于让我上二垒，没有错。现在真的差不多是这样。又是保送哎、欸，啊，虽然他这颗是主审没捡，有压在线内的。八局上5-3，哎，直接近远，今天太多保送了吧，都不给打，想抓双杀啊？哎，这个是 Tyler Rogers， 我之前用的那个姿势。哇 ，Mookie 做三振了、这个下勾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哎、欸，他会换姿势哦。这一颗，哇，直接去找二垒手，没了。最后这一场就是5-4，一分差赢下来了。这一场2-1，没什么机会打、啊，都是保送，不然就近远。阻止我到也只有垒上的队友。对啊，我应该要摆在第一棒的，比较想要打第一棒啦。要准备来到最后一场了 ，Glass 那我先发。今年101胜了、欸。哇，这个左外野炸裂了，超级远，最后一场开轰了，本季第36轰，击球做出115，敬礼。现在的姿势是朗神的姿势啊，铃木一朗炸裂了。哦，467英尺啊，哎，三局上被追平了，1-1。啊，直接近远，喂，不是哎、欸，他宁可抓大鼓啊。对，垒上有人我就没办法到了，我现在就卡在70道。哇，大鼓三振了，满球数了，最后还是保送啊，这两场都超闪哎、欸。对，二垒有人又没办法到嘞。哇，外角球大鼓追打三振了，7局上2-2平手。这个内角高的紫叉球炸裂了，哇，最后一场又炸了一支双响炮，本季第37轰，见嘞。不过这一支就没有打那么扎实啊，击球速度不到100迈，但还是过强了。又是保送，冲冲冲！哎，啊，结果大谷敲安，啊就没有到垒了。不过这个提前起跑还是来到了三垒啊。OK， 我们最后一场就是7-3赢下来了。我这场好像也没什么机会打击，敲了双响炮，但其他都是保送。最后一场的表现，双响炮，两个保送，一次近远。这个季赛终于结束了啊！来看一下战绩，本季102胜60败。再来看一下那个嘛，就是排行榜。
哎，我全垒打有排到第三了啦，最后那个双响炮有稍微追了一点。如果我没有受伤的话，我应该有机会40轰的，40几轰，有点可惜了。然后本季70次到了，刚好70，哎，好漂亮哦，这数字整数啊！我长打有排在国联第8啦 ，OPS 也还是有在第12。我投手握是最高的，哎，中间受伤休了那么多场，还是有第一。打击握，我打击是6.6啊，排第10。MVP 是 Pete Alonso， 然后美联是 Henderson。季后赛第一场第一个要对到的是红雀队 NLDS， 红雀，我对红雀不太熟哎，他们的阵容，先大股挂帅啊，一局下一垒有人，这个右边安打，季后赛第一个打席就敲安了，这个啊被接杀啊，我想说有机会欧巴的听这个声音。这一个内角低的深卡球，炸裂！季后赛的第一轰，第一场直接炸出来了。进嘞！这球107.4迈的击球速速啊，炸了413英尺。这个内角低的深卡，直接扛到右外野方向。9局上9比1。这个传二雷，再传一雷，没问题，直接抓两个出局数 M1 了。OK， 我们第一场就是9-1赢下来了。我这场 Outman 3-2，大股7.1局啊，飙10K。我这场4-2，一支全垒打，一支安打。我季后赛又没办法投球了。这一场是来到了红雀的主场。我季后赛好像都是固定游击吧，因为大股要上啊。我记得上一次季后赛好像也是这样。今天是 Gray 先发。啊，这个没有忍住，哇，想说应该有收棒了。6局上还是3-1。这个落在左边的线内，安打了。长打 ，lead off double， 这边换投手了，换上 Gibson。OK， safe， 到三垒成功。这个哦，中间穿越安打，大谷再打回一分啊，9局上7-2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捡，捡到一个保送，他整颗在好球袋内了，感觉起跑有点慢了，但是应该没问题啊。哇，这高角度的球，朱生捡了三振出局。哦，看起来是赢下来了，我们 NLDS 真的3-0，直接很少啊，看起来是红雀队一轮游。我们突破 NLDS 啊，今天4-1，一支二垒安打。接下来要对决的是费城人啊，下一场是山本先发。哎 ，Bobby Miller 下一场是妹耶。哎 ，Glasnow 呢？啊？哎，哇 ，Glasnow 受伤，哇，伤2个月。哎，我们季后赛直接少一个主力了，痛痛属性出现了。NLCS 的第二战，今天费城人的先发投手是 Nola， 1局上1垒有人。这一颗咬中了速球，炸裂，炸到第二层看台，打了432英尺啊！见嘞，击球速速有111迈耶，这是我季后赛的第二轰啊！这个内角偏红中的速球直接被炸出去了，3局上2-2平手。哇，低角度的变速球去追打了。哎、欸、8局上6-3。这一颗外角球打到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。这个他传三垒，我就继续到二垒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人出局，2-3垒的呛死啊，交给大姑。这个啊打得蛮强劲的，结果直接找三垒手。Mookie 这一球左外野方向炸裂，
一方追平 Mookie Betts， 八比分扳平了，追平到了6-6啊！而且直接炸到左外野方向，440英尺啊！九局上得点圈呛死啊！近远啊，交给大谷了。这颗啊，直接打去找游击手没了。哎，九局下一二垒的危机，要轮到 Schwarber。这个传二垒，再传一垒。OK， double play 守下来了，进到延长赛。12局上，坏球保送了。冲冲冲冲冲 ！OK， 倒起来啊！哇，但是打者挥空三振了。哎，哇，打那么久，结果还是费城人赢了，说7-6输掉了，一分差。结果4-2，一支全垒打跟一支二垒安打，两分打点。对啊，牛棚太可怕了。下一场是 Miller 先发，然后再来是柯晓跟 May。对啊，他完全没有打算要让我投球。这场大谷还休息哦？啊，不对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怎么让柯晓上去打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们各位刚刚有看到第九棒是柯晓吗？什么意思啦？要干嘛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干嘛？对啊，第九棒柯晓啊？到底在干嘛？这感觉是他自己系统那个二刀流的部分没有写好，没有弄好。巴比米勒，加油啊！大谷受伤吗？哎，对，难怪啊，难怪我刚刚下一棒是换成 Smith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？阿塞怎么换也不可能，也不应该把柯晓放到 DH 啊？到底在干嘛？柯晓很会打击，但是他也不是正直的野手啊。一局下哦，我们先拿第一分。啊，哇，这个没有忍住啊！4局下4-1。这个，哎，三垒手没有接起来，那就上垒咯。内野安打。哦，哎，我都还没离垒，他就出手了。哎，但是这个 Mookie 敲弯了。SSE 就是触及，哇 ，Will Smith 三振了，哇，又是一 K， 哇 ，KKK 啊，没了，7局上5-1啊，落后4分，倒雷，哎，这样 ，Smith 传歪了，这个。飞扑，传一垒。OK， 不过现在跑者跑到三垒了。9局上，这个，哎，打到投手，哇 ，Safe，Lopez 被打到了。9局下8-3。啊，低角度的滑球，再见三振了，这一场又被费城拿下来了，就8-3输掉了。今天5-1啊，有一支安打。哎，对哦，刚刚看一下，哇靠，我柯晓三支，哇，柯晓三支，太扯了，好猛啊！他是不是应该排到前段棒次来？我们背水一战了，哎。能不能撑到这一场？撑到这一场，我就可以投球了。哎，大谷真的受伤哎，他伤6天，哇！哎，这个季后赛多灾多难哎。对，红雀结束之后 ，NLCS 开始就多灾多难了。今天是 Dustin May 先发，哎，柯晓还在打线哎，他排第9棒，上一场打太好。今天对面的投手是 Sherrod， 倒雷。Safe，Stephen Kwong 倒上垒了。啊，外角变速球没挥到，三振出局。哇，4局下6-0了，爆开。
哇，变速球挥早了，被变速球吊到。哎，八局下9-11。这个中间方向拼飞安打。这个上二垒，一分差，对哦。哦，近远不敢对决 Mookie 啊，换代跑了。Will Smith， 这一颗长打，这一支超前比数，清磊的二垒安打，11-13。Will Smith， 哇哦，一棒逆转啊！Will Smith， 哇，九局上14-13。这个逼退跑者，然后再传一垒。OK， 苟活了这一场，最后14-13，一分差已经下来了。Will Smith 关键的三分打点逆转，哇，这边这一场打19支安打，哎，单局9分。这场5-1啊，一支二垒安打，可小这场还是4支，我靠，2分打点，操，可小，他该拉到前段放置了吧？我靠，下季改当 DH， 可小要转2刀流吗？他现在几岁了？我靠，下一场是3本先发、啊，哎，没有哎，大谷康复了，可小就下去了，没有可小不能打了。还是大谷要不要？不行啊！大谷先发的话，他就只能排 DH。我想说，大谷去外野，然后我去游击，然后让柯晓 DH。柯晓投球会炸，但是打击也很会炸。上一场真的好精彩啊！打两队都打10几分，互开鲁格。哎，哇！大谷刚康复，状况没有调整回来，一局就2分了，2-0，抢两颗好球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感觉他声卡球都打不到哎，我感觉都有对到的，结果都没挥到，不知道哎。大谷不知道也是拼了啊，大谷因为上一场好不容易追回来。哎，哇，这个收棒了，没有挥出去，3振。6局下3-1。哇，紫叉球，我不会打这投手哎，投手总是难打。8局下，哇，这个滚地球没了，哇，最后还是不敌费城人啊！今天我们打线也是被封住了，我们这一场止步在 NLCS 了，费城人拿下2025年 NLCS 的冠军。对，我们打线没柯晓不行哎，柯晓一下场就没了。世界大赛冠军，等一下会看到啊！这场完全打不到这个投手哎、欸，他今天8局被敲5支安打，掉1分，掉7K。那、今天柯晓有投球哎、欸，柯晓掉了2分。哎，费城要对太空人哎、欸，真的太空人又晋级了哎、欸，太空人怎么那么强啊？去年我们世界大赛也是打太空人，费城连输2场哎、欸，太空人赢得了2025的世界大赛冠军，费城人怎么败给太空人了？我们打费城打那么辛苦，结果。费城还是输太空人，那这样要准备开始休赛季了。啊 ，Verlander 不打了 ，Verlander 今年还是有 2.85 哎 ，Verlander 退休了，哇，他今年 FIP 比较炸了啊，打太辛苦把费城的战力消耗掉了。哎、欸，狂威没了，狂威也没打了，圆洞也不打了，他数值掉到5.58哎，黄伟杰不打了，我的世界线没有黄伟杰了，回中子，对。还会继续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32岁，薛哲也不打了，薛哲跟 Verlander。两个老鬼都不打了、欸，退休了。我们感觉今年好像退了不少人。他们两个老鬼啊，先把休赛季结束掉看看。这个时间线我20岁吧，要准备到第3年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我的未来性原来已经到 A 了、哦。如果是从最开始就有在追的，应该还记得我之前是 B 而已啊。那、我是多少啊？98，我的未来性有到98点了。球队今年有没有补强选手？我们的 Dustin May 被交易掉了，换来了皇家的 Fermin， 还有另外一个中外野手。现在的轮值是长这样子，我还是排在第5号先发。哇，他们前4号先发的数值太高了，我这个数值追不太上。好像大致上阵容跟之前都没什么差。哎、欸，柯晓，哎、欸，柯晓不在了、欸，哎、欸，
他去白袜了，他应该是 FA， 然后被白袜牵走。哇，他前面在道奇打这么多年了，最后去白袜，居然没有留到最后。他可能又去水手，等下水手现在是要多强 ？McMahon 也在水手，水手的打线没几个是跟原队一样的。哎、欸，水手的阵容好猛哎、欸，他们的打线缝合怪。哎、欸，我史密斯不见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他去双城了。啊，他是被交易还是 FA？ 可是我怎么记得道奇不是跟他签长约了？对啊，难怪交易会补那个粉命。去年27场先发， 11胜9败，标 179K ERA 3.14 WHIP 1.05 FIP 2.03 5.9 握。然后打击的部分，148支安打，37轰，70道，打局率2.7%，上垒率3.57%，长打率5.34%。OPS 0.891，握有 6.6， BB percent 11.3%， K percent 28.9。我 BB percent 应该还算不错吧，但是 K percent 好惨。哦，对，我生涯60轰90道，刚好是整数诶，太漂亮了。奖杯的话，我目前就是2024年新人王跟2025的全明星。对，这是哎、欸，对，我这是标题，一轮游也没有，但是也没有 2.8， 卡在中间啊，输给费城人，前面就直接吞三败了，就很硬啊。第四场蛮精彩的，但是第五场还是落赛了。那今天直播就先到这边，感谢你们各位来看直播，拜拜。